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：命会不会越算越薄？跟各位讲，命它是不会越算越薄。但是一般人来讲，他为什么会一直呢？想要算命，就是因为他执着在某一点，所以呢，他觉得不应该这样。例如，他想要问他。 桃花结果呢？他问桃花的时候，得到的答案是很差的，其他都很好，唯独桃花很差。所以啊，他觉得不可能，他就执着在这个点上，就开始不断不断的去找人问，而且呢，都是问这一点。当然，到最后，各位，你越呢在意这一点，然后得到的都是呢这种不好的讯息的时候，这一点。 就会越困住，可能呢没有到那么差，但是呢你就是太执着这一点，反而呢变差了。所以很多人其实啊就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。我会不会翻身有钱？然后呢每一次得到答案就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偶尔得到一个，你看吧，我就是说我会翻身有钱。问题你会有所动作吗？不会的。 你只会一直问而已，啊，所以像这一种只会一直问的人，当然他的命就会越算越薄。什么叫命越算越薄？他执着的这一个点会越来越严重，其他的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就是他在意的这个点会越来越不好。就算在八字里面有些时候还是会很好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他都不会好。所以啊，各位。 命它不会越算越好啦，只有你呢，一直觉得自己不是这样，一直要找你心中的答案，这样子呢，命就会呢越算越差劲，而那个差劲就是你所在意的会特别的差劲。所以各位算命是要让你知道你的优缺点，然后进而去呢往优点的地方靠拢，往缺点的地方。 避开没有，都是十全十美的人，总是有好的地方，也有坏的地方。当你了解到你坏的地方是你在意的，你就不要呢一直执着那边，反而呢把你的强项丢弃了。各位要记得把你的强项发挥了，你的弱项会跟着提升起来。但是你只是一直在执着你的弱项，你的。 强项就会呢丢到旁，没有作用。所以啊，各位不要去在意你命盘中的弱项，而是要努力的发挥你命盘中的强项，因为强可以带弱起来，但是弱会把强丢到旁边去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